大家好，我是琉璃啊。那么今天凌晨的克隆游戏展上呢，暴雪也是放出了《暗黑四》第二赛季的最新消息啊。那么这个全新的赛季会在10月18号开启啊，也就是说距离现在还有2个月的时间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现在这个第一赛季咱们还可以刷上足足60天啊。而且呢，由于第二赛季距离现在还挺久啊，暴雪也只是选择性的放出了一部分会在第二赛季新增的改动。那么除了赛季专属的任务线，还有每个职业都拥有的吸血鬼异能之外呢？第二赛季还会为游戏新增5个游戏的终局 BOSS。那看官方蓝天的描述，他们掉落暗金装备跟稀有暗金的概率会高一些。而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改动啊，包括优化宝石的库存管理了，赛季中自动继承巅峰技能药水次数，还有古币升级等等内容啊。同时，暴雪还会调整溢伤、压制、爆伤和元素抗性等等词缀。那么这些抗性呢，会在赛季和非赛一起上线啊。老实说，这些改动看起来是挺不错的，就是为啥非得等到60天之后呢？